可以抓那棵树，旁边有棵树。不行哎。OK， 平安。走，抓上面一点。然后，啊，向右，向右边，向右边。OK。南风，好，对。哦，我现在伫咧南高南峰，哇，这座山一定是一等三角点，全方位的视野，可以看到我们走过来的路，可以看到我们要等下过去的路。这条纵走路线真的是太值得啦，成功。
滑水道来了，南风滑水道，能高南风滑水道，拉绳子，人体开路机，当滑水道在玩就对了。屁股拍一拍啊，都脏了，都擦一下嘛，草在里面。光头山到了，3059，光头山到了，3059，可以。这什么山？枝雅干山。枝雅干山，那边是今天要住的水池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没那么近吧。先这样子抓一条，到这边中间再抓两条。对，里面这边会有一个踩点，是那个斜斜的，不太能够全踩这样子。OK， 等一下我把背包放下来。白石池到了，草原地搭帐篷了。
现在刚刚到营地，现在要先煮茶煮咖啡，修蛋都休滚搞啊，再来处理帐篷。今天就要等水路来找我们玩啦。来点火，在山上就是睡觉时间，很晚了，天暗就要睡了，你偶尔被困了。这是豪华的北中，这是咱伫帐篷内面的状况。你可以把它塞到，对，塞到背包跟。摔成这样，崩溃，下雨摸黑，16个小时，能告安东君，最后一天，我要坐一下。